男生的鼻子，你们喜欢谁？金城武，对耶，他为什么他眼睛第一名，然后到鼻子就第三名？为什么？眼睛有鼻子有点过大吧？是不是？会吗？很自然啊，他鼻头是有漏的那种。对对，财库啦。对，他第一名是谁？对啊，好强。可是他是又他又有点鹰钩鼻，对，鹰钩很挺哦。不过他真的是有点鹰钩啊。对啊，对。不过以这个现在的鼻型，真的在整的话，男性多半会选择就是鼻准有肉的。鼻准有肉代表你的财运跟这个运势是很好的。真的，对啦，嗯，是谁嘞？谁？啊！差一点，好意外哦！什么？是啊。是什么？大家都对啊，黄晓明是真的是很多男生希望复刻的脸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